别自怨自艾，啊，保姆我找好了，小刘一会儿就过来正式上班。他学过营养学，做饭是南方口味，你应该会喜欢的。啊，还有，我制定了这周的计划，这每一天的时间表啊，我都写在上面，少量温和的运动，以出门散步为主。你这周啊。 负责恢复体力和情绪，吃营养餐，出门晒晒太阳。最好能够恢复练琴。我每天下午都会过来，给你带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。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还能陪你去看个电影。你每天这么跑，工作怎么办？不影响，上午和晚上的时间。 都挺充沛的，你还要带陈破，你就不用为我担心了。陈放，为什么别人的婚姻都能走下去，我们就不能？ 来了，稍等啊，马上就完事儿。那天你拿着那本《人性的枷锁》走到我面前，我真的有些恍惚，我以为我是在做梦，结果真的在做梦。 其实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，但又一直没机会问出口。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又觉得现在再问好像有点可笑了。你问吧。那天你为什么没来啊？我等你问这个问题，等得太久了。那天我去了。你去了？ 我那天在学校里面等到快8点才走的。我确实去了，但是我去的太晚了，学校里面一片漆黑。那天下午应该就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岔路口吧。我本来做好了一切的打算。 最后一科考完，我就要向你表白，我要告诉你，我喜欢你。考试前5分钟，我被班主任叫到了教导处。一个警察在那儿等着我，告诉我，江卫兵自杀了，现在正在抢救，因为在他的遗书当中反复的提到了我，所以他们希望我配合调查。那天我根本就没有参加考试。 直到下午，警察告诉我，江卫兵抢救回来了。
我到了医院，只看到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病床上。等到他父母赶来，我离开医院的时候已经8:30了。当我赶到学校，没有看见你，但就是在那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，那也许就是命运的安排。就算你还在那儿，在那儿等着我，我又能跟你说什么？因为我的心里其实已经做出了决定。就算我再喜欢你，我也无法放下姜维冰。他为什么要那样做？在他很小的时候，他父母就已经离婚了。他母亲一个人跑到外地，再也没有回来见过他。他父亲和继母又生了一个弟弟，对他很不好。所以，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心疼他、在意他死活的人，是吧？我无法拒绝他，他就好像是一个落水的人，抓住了一颗救命稻草。那整个暑假，他都对我穷追猛打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女孩像他那么大胆，那么狠，还那么漂亮。我承认，这里面也有虚荣的部分。男人的伟大欲、同情心，还有无法抵御被小花追求的虚荣心，交织在一起，还有诱惑。我无数次的想过，如果那天姜维并没有自杀，如果我没有失约，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？至于吧，谁还没有过初恋啊？那绝不仅仅是一段少年时期的初恋。我跟他在一起之后，我才发现他有很严重的躁郁症，每次发作痛苦不堪，要到医院去抢救。这也让我更加心疼他。我不能抛弃他，因为这等于是亲手杀了他。我觉得，只要我陪着他，我陪着他，总有一天他一定会好起来。但是并没有。他时常歇斯底里，极度多疑，每一次争吵他都要耗尽我们全部的力气，就这么纠缠了很多年。可我每次想放弃，提出跟他分开，他都是以死相逼，发病去医院，妥协，再争吵。直到最后，我把全部的心力都耗尽了，还是离了婚。这段长达10年的情感，几乎可以说是摧毁了我的整个青春，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。但我不后悔，
因为这就是命，我得认命。但是对于你，南飞，我欠你一个道歉。不用道歉，也不用遗憾。我一想到，在那个时空的自己，其实不是一厢情愿。每一个蛛丝马迹和瞬间，也不是我的臆想。就觉得都圆满了。这是我当年写给你的，本来打算在那个下午考完试之后给你，但是现在能给我看看吗？没有这个必要了。谢谢你今天跟我说那些陈年旧事。其实还有一件事儿，我跟林骄阳打过一架。真的假的？就在我跟姜维斌好了之后，有一天他气急败坏的来找我算账。谁赢了？你说呢？好歹我也是你们师兄好吗？怪不得他半个学期都拄着拐呢。那可不怪我，那是他走的时候太激动了，汽车掉进坑里。不过，我相信他对你是真心的。哎，南飞，这个台子是干什么用的？这是做激光的。
阿姨，我们医院所有的设备都是最先进的。嗯，看着呀是挺高级的啊。这个呢？这个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哦，回来了。你回来了。嗯。这个呢？这个也是做激光的，我们医院有很多做激光的设备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就不能来了？阿姨来了，我尽尽孝心啊。嗯。这是护理。啊。 你这是，这花我送给阿姨的，我知道阿姨最喜欢这白色百合了。你怎么知道我最喜欢白色的？是您自己告诉我的呀。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我去您家，您告诉我您最喜欢白色百合花。哎呀，这个孩子真有心。您的事儿我特记在心上。嗯，哦，你看看啊。 这个骄阳啊，还送了我一部护颈仪，钱多了烧的？哎，给阿姨花钱都是应该的，好吗？怎么说话呢？拿人家的好心当驴肝肺呀！是这不贵吗？这孩子，人家骄阳是来给你过生日的，明天才是我生日呢。12点，要压着这个点儿，哎，这不什么啊跨年呐、过春节呀，不是都是这个点儿吗？嗯。 你刚才干什么去了？见江月去了？没有，我去见了个朋友。嗯，这说起这江月呀，也真是够气人的。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不靠谱，30多了，那么优秀，还没有女朋友，非要等你，等10年，他骗谁呢？他，哼，还有。 你说那天见面弄成那个样子了，他怎么到现在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啊？就是的，阿姨，我觉得他没准就是故意的，其实根本也不是去什么欧洲派驻，就找个借口分手而已。对呀，哎，小曼说的我怎么没往那上面想啊？小曼啊，告诉我他们公司在哪儿呢？明天我就去看看有没有这号人。哎妈，分都分了。 有没有这号人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对，阿姨，我觉得南非说的对，这都分手了，咱们得往前看，是不是？对，妈，就往前看啊！我觉得同心挺好的，您考虑考虑啊。正好我刚见完他。南非，阿姨，我去找一下南非啊。 这孩子受刺激了吧？哎，你没事见童心干嘛？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说，高中的时候他揍过你。我揍过他好不好？你揍他，你腿折了，拄了半个学期的拐。你揍陈放，陈放没事儿，你鼻梁骨折了。你揍人是智商啊，厉害。 哎，他到底要不要脸啊？啊，他跟你说他把我腿打折了，哼，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说了那天为什么没来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他还提。他到底安的什么心？我问的他。 南非，嗯，你不会还惦记着他吧？你先回去吧。明天才是我生日，明天晚上你单独陪我过，行吗？ 门给你带上，关上吧，我要换衣服了。晚安。行，阿姨，你也别送我了，外面天凉，走了啊。哎，我送你。嗯，好。嗯，阿姨，再见。再见。啊，拜拜。揉捏指。
南飞啊，嗯，过来过来，坐。怎么了？这林骄阳怎么下了楼就走啊？他要走我也拦不住啊。我可告诉你啊，林骄阳这孩子呀，情商还是挺高的啊，知道疼人。再说别忘了啊，他可是你的领导，对人家好点。这前两天是谁说来着？说整形美容的不高尚。谁说来着？那是前两天啊。不过嘛，我告诉你啊，他只要不坑蒙拐骗，不唯利是图，凭技术吃饭，这职业还可以。是，您说什么都是对的。那当然了。哎，小曼啊，过来，怎么了？坐。送给你的。啊，送我礼物啊？送什么好东西啊？谢谢南飞姐。哇，这么大方的呀！抗皱紧实精华乳，他哪用得到啊？我的好像也快用完了，你怎么不送给我呀？等你全用完了给你买。南飞姐，我其实用不着这么贵重的护肤品的，我平时也就用用凡士林啥的。哎呀，你总是陪我妈又做饭又聊天的，挺辛苦的，就一个小礼物，没有其他的意思。南飞姐，我真的是太不好意思了，我在医院做的不好的，你说我会改的呀？没有。你是佳怡的表妹，我也把你当成妹妹看，咱们都是一家人嘛。不管什么样的事儿，坦白的说出来就行了。说的对，你呀是妹妹，他们两个是姐姐，照顾你那是应该的。拿着，甭多想，收下吧。行了啊，你们小姐妹聊着，我回房间里去研究研究去。小曼，我妈呢平时就喜欢胡思乱想，你跟她在一块聊天的时候，就多聊聊开心的事儿，别让她瞎想啊。麻烦你今天跑这一趟啊。行，老板。那我的设计就辛苦你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慢走啊。严经理，哎，您的靠谱到了啊！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今天我有点忙。这样，您二位在那边稍微坐一下啊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久等了，来来来，好久不见。公司都知道是什么情况，外头不清楚呀？这几天来的客户全是看那些专访，奔他来的呀？凭什么呀？每次改图都是咱们部门加班加点赶到半夜。他可倒好，坐收渔利，真想把那天打出来的图再给他贴回去。别再盯他们了呀，还没起保啊，还不如多开发点新的客户。还新客户呢，姐，他都快成咱们公司网红了。原来不是朝他来的客户，现在都跑到他那儿去了，有的还说愿意排队的。你说现在这些人怎么什么都愿意跟风从众？我啊。现在就准备把咱们之前做过的那些项目做成几个帖子，到时候都发到那些做装修的公众号上去。啊，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，我想做那个项目。什么项目啊？他是一个在外企刚刚工作两年的小白领，他发了这个帖子吐槽房东的审美，想要征集实际方案，把他的房子变个样子。就想要让下班后的生活质量高一些，但他只有3万块钱预算，因为他工资不太高，讲这就是他全部的积蓄了。才3万块，姐你疯了呀！连咱们的设计费都不够，咱们不至于沦落到这个地步吧？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呀。你们想想看，我们平常做的那些赚钱的项目。都没有办法搞什么创意，他这个房子多奇葩呀，可以放开了做，在空间上多下点功夫，而且啊，你看啊，他写的文章特别可爱，有好多的人帮他按赞加油呢。
看到他，想到从前的我自己，我想要帮他一把。但3万块预算在咱们公司做不下来呀，而且总监也不会同意的。我来想办法，你们先去跟他联系上。没劲，我来。神选那套家具的独家代理权在我这里，你们就等着过两天，严毅来求我们吧。真的呀？嗯哼。爸爸在一起开心吗？开心。那你像个树袋熊一样趴我身上，什么意思？我想你了，我好久没见到你了。哦。妈妈，你今天画的口红好漂亮哦。好看吗？你这样子很适合跟爸爸约会。那咱们三个约会吧。去哪儿？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。那我要吃冰淇淋，然后去游乐场。走，吃冰淇淋喽！好，来，不准，是不是歪了？对不对？这个好，来，用力，好，哎呀，哎，不是，摁这个，沈波，你看吧，500，我去看，热水器我给你换了一台，小房间我先征用了，放了张小床，我跟陈破来的时候也可以住。你很久没像现在这样温柔细致，面面俱到。啊，医生说陈破最近有好转，虽然还是不跟别人说话，但是在人群中独处的时候啊，状态放松了。谢谢你，让我又有了依靠，即便是暂时的，我也很知足。哎呦，满头大汗呢。妈妈，我们明天去看电影好吗？陈破，有件事情妈妈要跟你说一下。妈妈的身体呢出了一点小问题，明天就需要住院做治疗了。那我以后就看不到你了吗？看得到，你要是想妈妈了呀，我们去医院看妈妈啊。那晚上你还能陪我睡觉吗？住院期间肯定不行，不过出了院就可以了。那你什么时候出院？用不了多久的，放心吧，很快的。陈破，你要知道，生病是很自然、很正常的事情。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生病，就像你去看江默医生一样，没关系的，医生会有很多办法来帮助我们的。喂，嗯，南非刚走啊。
他来干什么？我让他跟齐佳怡过来看看设计图啊，看有什么好的想法、好的建议之类的。他说什么了？他问我你在干什么，我说我不知道啊，早出晚归，神出鬼没的。所以你到底在干什么呢？一些杂事。陈珀呢？他妈妈来了，今天住那边。今天是南非生日。你要是念念不忘呢，就应该早点回来。现在好了，人家晚上有约了。跟谁？我哪知道呀？问齐佳怡了，她不肯说。八卦一下啊，穿的还挺漂亮的。啊，好的好的，没问题。哎，沙发的订单又来了10个件了。小姐，做不完啊！他们讲不着急的，做完再送过去就可以了。这么好，为什么？这是一家家具店啊。家具店不做，我们为什么给他们打牌子？要不我帮你们申请个网店？网店也不容易吧？你看我们做的是家具，不是衣服，还有什么打包啊、物流啊、送货去、退货等等，很麻烦的。没关系啊，一点点坐牢。我帮你们找了几个小作坊，又找了10几个技术熟练的木匠师傅，我觉得可以把他们跟不见山合并了。合并？冷师傅脾气如此古怪，他能同意吗？给他股份拉他入伙呀，老冷不爱钱，装的呀。哦，还有已经有10几个电话打过来要买你的雕塑了，就是上次我们做那个产品展示图的时候入境的那个雕塑，你要不要考虑做几个迷你拷贝版啊？不考虑，我不是工艺品设计师。也有很多著名的雕塑家，有工艺品在卖的呀。那些都是成名之后金钱的诱惑。拷贝不署名的，免谈。你们专心弄家具吧，别跟我安身立命的东西过不去。走入生活就不是艺术了吗？对一个艺术家来讲，最好的事情不就是让普通人也能够享受艺术带来的快乐吗？这一点上我有不同的观点。你说作为一个艺术家连这点清高都没有，那完蛋了。那你刚刚跟我起什么哄啊？我逗逗他的嘛。再说了，要是有我在你身边站着呢，会显得你傻的没那么突出。怎么讲，我还要感谢你嘞。不用客气。怎么带我来这儿啊？给你过生日啊。你不觉得对你来说这儿有点晦气？切，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爬起来。第一次失恋，齐佳怡就陪我在这儿哭了一个晚上。跟陈芳分手也是在这儿喝了一个晚上。你打住，今天晚上我不想在这儿和你谈论任何的其他人，只谈你和我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……停，跳过，我要许愿。我南非以后再也不会来这儿哭了。对，只要你找对了人。林乔阳，回想起来，每一次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都是我最开心、最放松的时候。谢了。不客气。
这个雕塑我挺喜欢的，他的身体舒展，神态虽然有一些凝重，但是一点都不犹豫，他很勇敢。你有没有觉得一切如故？不会是我吧？这个作品的取名权就交给你了。你跟谁去过生日了呀？陈放送来的。嗯，小的太后在，没敢进来。他在车上等了你两个钟头，你都没有回来，他就走了。这个雕塑有人出高价想买，他不肯买。怎么没给我打电话啊？他讲想给你个惊喜呗。但我们都不晓得你跟谁出去了。他走的时候挺失落的。哎呀，太后帮你烧了红烧肉，我帮你买了个蛋糕，结果你混到连个生日都不跟我一起过。礼物呢？哇，可爱吧？好可爱呀！好漂亮啊！买的时候心在滴血啦。你喜欢就好。其实我之前见过这个，在海报上。有默契。晓得我是最爱你的了吧？知我莫若你。嗯，看吧，好看。哎，许个愿吧。切蛋糕。所以，你到底跟谁过生日的呀？林骄阳。果然是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啊！没开呢。你说，我为什么就是不能爱上林骄阳呢？这得问你自己呀。这么多年，他一直守着我。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是我最自在、最放松的时候。嗯。除了你之外，他也是最懂我的人。按道理说，我要是能爱上他，肯定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啊。嗯。我建议你啊，拿个本子，明天就开始写《爱上林骄阳的100种理由》。走开了你。你成功啊。谢谢谢谢，来来来，我帮你，谢谢你了。来，你家在哪儿啊？我帮你送进去吧。谢谢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家就在这儿呀。啊 ？No。哦，你们家就在这儿啊？对。我就住你隔壁，咱们还是邻居呢。哦，那您是齐佳怡的妈妈呀？哦，不不不，我女儿是齐佳怡的闺蜜。哦，那我知道了。哎呦，挺不好意思的，拎了这么重的东西在门口说话。进来，进来。哎呀，好，辛苦你了。没事。哎，我知道你女儿是谁了，是佳怡的表妹，我见过。哦，不不不，不是。嗯，佳怡的表妹啊，叫小曼，我女儿啊是另外一个女孩。那我还真没碰到过。来，喝水吧。哎，嗯，好。谢谢。这是我儿子的房子。嗯，我平时不常来，偶尔来一下，帮他们打扫一下，收拾一下。
你儿子这房子装修的啊，蛮有个性的。